在吃人的时候喜欢放点调料。欢乐水牛没买药呢，我知道。不买了，买药干啥呀？不买了，直接把他红打了。嗯，50块钱吃利息，一轮给5块。不是，我就压根儿我就没想买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要偷他家 buff。挖掘给明白了吗？学到了吗？但这个最好是带个传送啊。不过这大虫子也不那啥，我就不传送了。大虫子也不打推线，我就不怎么传了，无所谓了。他要一直推都推塔下去，我们传还行，这无所谓，这不用传。咬！你别看我一级。你别看我一级小伙子，我还真就不怕你，我这巨魔。我刚这闪现没问题吧？我顶！我刚这个如果不闪，是不是死了？他套点盐，那么多小兵。我们就要打仗了。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我感觉。我先来一个这个。算了，我先来个这个。我们聚酒分离者加破败皮骸振奋板甲就这么出了。我是巨魔法官，巨魔陪审团，也是巨魔刽子手。闪现不厉害，我出过闪现，巨魔出闪现可弱了。我咬顶，哦哟，赶客人呢，别进塔，求你了，行不行？能不能别进塔啊？谢谢8888。我顶，咬 A 走位，这都没躲掉 Q。刚这边 Q 如果躲掉他就死了。
这不是传统造型啊，这是垃圾场，特朗德尔。烧东西时，次数一定不要太多。手上拿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水管子。我顶咬 A 走呗，平 A 平 A 咬 A 再 A。 这波可以杀，好，刚把扣放了。顶平 A，闪现白胶，希望挖掘给不要来呀，挖掘给哎跑哦，挖掘给我与你势不两立。我告诉你啊，挖掘给俺俩指定没完，今天不行，出哪个呢？还是得出这个。我们家是落手打野呀，我咬顶平 A 平 A 闪现 A 接咬小虫子，巨魔就是推线太慢了，你知道吧？这巨魔没有提亚马特根本就不行，这英雄这波我们直接硬拆啊，我咬，走回家，分离者了，这下我们咬他就更疼了。谁大波扣的？带扫描没用，算了，不带了。好像下路崩了哈，我们家落手还行，下路崩了，落手还行，落手人头比较多。这个挖掘给打没打红？这波我们跳弹下来，直接把大虫子杀了。过来查眼了吧，来，哎，直接点盐顶 A 啊，我吃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巨魔可吃人，虫子也就是下酒菜，
终于找到巨魔该出什么装备了。三项是真没有用，三项还是得这玩意儿了，这玩意儿狠。就是蓝不太够用，有没有红？给你洞都给你踩了，没人管是吧？没人管，是没人管，没人管，上高地。哇咬！哇、哦，好痛！先来个水银海，出一个提亚马特。魔切呀，魔切算了吧，拉倒吧。冰心一会儿的，不着急，我们有提亚马特就不用那么费蓝了。有提亚马特，一个扣就30点蓝，我够放20个扣的。主要是推线太慢了，你知道吧？兄弟，跟我打一个这个峡谷先锋吧。啊，给我打个峡谷先锋。打了呀，把这峡谷打了，打完以后我上高地了，我现在一个打俩应该不成问题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就把那挖掘机的红给他打了，你们去吧，我上高地了。跳弹咱不打啊，跳弹给他放这儿。你大爷的，我他妈咬死你！我咬，我咬，我咬！你可让我逮到你了，还给个蓝 buff， 拿下！这么跟你们说吧，高地没了。拆塔就是这么快，再见啊！我咬，别咬来！哎嘿！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再见！哎呦呀，掉人了！这么多人吗？哎呀！哎！哇，这乌鸦虚区这么高吗？这乌鸦，哎呦我这乌鸦一个电电了我这么多血啊！天哪，这一个电电了我多少血啊？我刚才是100多魔抗，应该怎么给我电这老些血呢？哎呀，
人有点多呀。乌鸦有点厉害啊，817的乌鸦，去中路杀 ADC， 把沙米拉杀了，你给他推回来，你给他推回来，那不一走了吗呢？顶，漂亮！这波咋的？这波，这波咋的呀？这波，这波咋的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来，先杀着大虫子，我来了个来个蓝 buff， 小龙，要不要小龙？这波我们有点盐，我们可以杀乌鸦，也可以杀挖掘给啊。腿了，去下路吧，把下路塔拆了。我怎么这么多眼儿？我这有三个眼儿。我们就拆就完事儿，来人我们就跑。现在的地图上没有人，我其实有点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我们继续啊，我们继续。对面全搁中呢，小破乌鸦，我不咬死你这老乌鸦啊！这老乌鸦啊，这老乌鸦，这老乌鸦，给我顶！这老乌鸦，哎呦我这老乌鸦，我可吃人！我告诉你。漂亮，洛克萨斯之手，他虚虚真高啊！哎，嗯嗯嗯。这也就旁边有人儿，来，队友拆中，我们搁下待着。没人管是吧？这没人管，是不是没人管？有没有人管？我可吃人，我告诉你，老乌鸦，老乌鸦，蓝枪，我减攻速一波了的。一波了，洛克萨斯之手 MVP， 我不是 MVP 我就吃屎，因为所有的节奏点全部都是我们发起的，所有的防御塔也都是我们推的，所有的虚区也都是我们打的，他不过就是捡两个人头，捡两个小破人头。